亚洲的审美来说，普遍人都更喜欢纤瘦那一类的女生，但是在欧美就喜欢比较丰满一些的，所以在亚洲的舞台上很少看到很胖的男女明星。在韩国那个明星竞争力极大的国家，韩国明星也是为了瘦可以做到非常恐怖了。有一位女模特为了走秀，仅用了4周就瘦到了46公斤，她就是崔素拉。作为一个模特，她的身高是179，这样子看来她的身材是真的很纤瘦了。前段时间在网上晒出她自己的体重，竟然只有46公斤，将近1米8的人体重都还没有过100，可想而知有多瘦了。在网上他也曾说过自己的减肥方式，他曾经为了走秀加持1个月不吃任何东西，只喝水，这样魔鬼式减肥法真的是让人觉得可怕。在坚持1个月只喝水后，由于体内没有摄取能量，导致全身无力，还差点晕倒，最后不得已改成少吃多运动来减肥。在走秀结束后，他又在社交网上晒了一张在吃东西的照片，照片里的他有哭有笑的，让许多粉丝也是特别的心疼，也很不赞同他的这种减肥方式。虽然只靠喝水他成功瘦了很多，但是他本人也觉得这种方式不可取，但是因为走秀蔡吉不得不采取的非常办法，这样的减肥方式引起体重反弹还是简单的，更可怕的是会引起厌食症而出现各种疾病，就得不偿失了。所以这种减肥方法大家还是不要轻易尝试，毕竟身体才是最重要的。那怎么样的减肥方式不仅能够让我们成功减肥，又能够保证我们是健康减�肥的呢？一、多喝水，1天8杯水不只是说着玩的哟。二、忌吃太重口味的食物，忌吃油腻的食物。